就算会赔上这条命，我也一定要揭发我女儿的冤屈。好，那就去死。好像要很久，在 SA 集团大楼吗？好像是不小心失足摔下来，是单纯意外。不可能，应该不是单纯意外。你觉得是有人伤害他吗？那一定是，去解剖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黄金面具。